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曾替凤飞飞写过《心肝宝贝》的57岁作词人李坤城，与好友17岁女儿林静恩相恋，日前取得女友父亲同意书，将在近日结婚。这对惊世之恋将修成正果之时，李坤城16日也开枪，透露小女友因从小父母离婚，没有得到完整的爱，个性叛逆。当时他父亲请李坤城指导，一开始没效果，直到去年李坤城在青海严重车祸，两人以 APP 沟通长聊，李坤城对待林静恩取得信任，成为好友。他称跟女友会先登记，婚后会先带女友环岛，预计8月带女友重游他受重伤的青海，当作蜜月。16日晚8点半，台媒接获爆料，指李坤城要嫩妻不要儿子，儿子李卓轩在其脸书断绝父子关系，并提告李坤城诱拐未成年少女，但林女已怀孕，恐丑闻闹大，只好同意二人尽快结婚。但李坤城称没发生关系，怎么可能怀孕？媒体昨致电李卓轩，他只说不想再理这件事，就挂断电话。优酷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